好，欢迎回来。那这边的话呢，也是今天夏季秋季赛的升降级的 D 组的一个决赛吧。然后是萨满对阵的是 NGA 9个 K，你们就要哐哐哐哐，哐哐，是吧？哐哐！现在自从去了 NGA 之后，也是积极参赛。这个对也越战越 NGA 战队的啊，NGA 战队。这次我看到 NGA 参赛的还挺多的。好像这个平民的队伍，就是现在炉石的队伍越来越多，就不再是局限于那些以前听到的那些队伍，什么 IG、VG，是的。对吧？那也说一下，现在的话呢，有一个嘉年华的7-1限量纪念礼盒已经全球开始发售了，包含了一个10周年纪念的陶瓷啤酒杯等7件周边，仅售299，限量15000套。这个 NGA 框框此次使用的是德鲁伊骑士，他的骑士好像是死鱼骑，然后龙战。看到这个 NGA 框框框，我就想到了一首歌，什么？潍坊的。哎，好吧，故意要说这个梗的吗？没有故意，我就是他用的是龙战导演德达脸萨，以及是死的死我。我们前面已经研究过了，除了一个死鱼鳍，动物园换成死鱼鳍，其他的差不多啊。死鱼鳍在对阵萨满上，可能也不能不一定能占到便宜。萨满为什么提交卡组的卡号组编叫做秋？难道他和秋日有什么关系？就秋季赛的意思。哦，秋季赛的意思。对，昨天群里面的时候，他四套牌都叫球，没有变化，一下子想歪了。是，你不要乱想，往哪个方向想去了？你想的有点偏。我们看一下半血，背班萨满，然后这边背班了战士。听说你叫萨满，萨满一定厉害，先办了。那这样的话，首发职业怎么打呢？先首发一发。现在要打龙战啊，主要是可能要打龙战。先首发一发死鱼鳍，三个职业好像都能打。死鱼鳍好像都能打，都能打，三个职业都能打。好像又都打不过，好像又都能打得过，说不好。这边刚刚跟萨满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今天牙疼，喝不了太多水，喝不了水，喝不了太多水，完全影响自己的实力发挥。尴尬，一听这个消息我就知道尴尬。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听到对面选手他说并不是很想打萨满，因为他们俩之前交手过，是吧？经常交手的，以前萨满还在战旗的时候我们经常打着玩。在武汉战的时候我记得框框是打到了8强，然后输给了谁来着，好像亚军。武汉是不是好早了？挺早以前已经好早了，好多个月了。马上济南战了，你们报名了吗？报了。我也报了，就千选没报，因为他说济南没得吃就不去。不要说出来真相。好，果然是死鱼鳍。恩佐斯死鱼鳍对阵恩佐斯死鱼鳍动物园。对阵动物园。哎，那会长，你带板娘去吗？会带你家宝宝去吗？可能不太方便，因为还太小了。太小了呀，宝宝肯定不会去，太小了。太小了，看来过两年可能才有机会。才一个月大，有空等他再大一点再拿出来给你玩。可以。好，这边起手来看的话，死鱼鳍这边还可以，有个鱼，有这个一套就已经不错了，在他看来，可以选择直接过，然后二费报告兵。严肃是平等一套在手，已经没什么如果好说的了，已经很。如果对方打得急，那就鱼人把他的一个怪冲掉就行，一般都是这么打。这里。萨满应该是狼吧，其实两个一也行，不过我推荐下狼。下狼吧，下狼下回合的费用好一点。对，下回合可以一加，一加抽或者什么的。那看来这边的话，鱼要冲出来了。还是冲鱼比较好，因为这个时候赚报告的话，会被对方脏很多便宜，不是很舒服。那这里就啊啦啦冲掉一个二，多简单。场攻降到一点，这个模仿声音给满分。可以，不是乌拉吗？哇啦啦，苏联鱼人乌拉冲啊！这个肌肉一看就是战斗民族来的。开玩笑，嘴这么大，肌肉还那么发达，就是肌肉还如此发达，如此健硕。好，直接撞死一头恐狼。那就分流上一个。魂火和大哥一起来，我觉得萨满今天真的是，他不是弃牌数吗？他要吐血，牌就是有这种东西在的，要吐血，真的要吐血。那这里要么呢，应该会分流啊，上小鬼攻高，实力强一点。
当然了，如果魂火一会儿丢得好，不丢到大哥的话，爆发还是挺高的。城管可以，城管管上小鬼，管上破匪一张啊。然后这边叫嚣加一个再增分流什么的，去找杜仪魔像，来了，找到组织了，还分吗？看看啊，这个场面的话，你打的拼一点的话，你就飞灵魂火。我在想灵魂火丢大哥怎么办？你说打灵魂火，打的拼就分灵分流吧，还是分流吧，分流一加一这样吧。打的不拼，那就这么上吧。这个场面一个奉献就没东西了。甚至不用打奉献，场控也不是很高，没什么压力，26血债。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应该把这圣盾留下来，因为严术士平等是烧不掉圣盾的。是的，严术士平等是没办法击杀一个圣盾的生物，就这是为什么在打内战的时候否定特别厉害。不舍得呀，不舍得卖这个两血的。其实没必要，因为这个时候严术士平等他可能觉得还是为时过早，他不用严术士平等，他只要严术士不会，这个不可拆分，这个不能拆，别冲动。想严术士硬币想太多了，假动作，都是假动作，这三个都是假，都是假动作。第一个是假动作都不会出的，就是报告过啊。对。然后萨满应该不会上当，就不会冲大哥，冲大哥这手就特别蠢，我觉得不太可能会这么大，对吧？默认一直挂机的骑士会有一套，至少有一套吧？对。啊，我觉得框框框现在在等一个炎症警戒吧，如果有炎症警戒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奥达曼没用，几乎等于废牌。要有一种打法是硬摇个报告然后硬币奥达曼，这个打法一点也不靠谱。他这个硬币应该要谨慎留着，毕竟后面两个八费已经在手了。我是不是应该，他现在八八十，所以说他这个时候还是挺需要再苟两个回合，他就怕突然死亡。直接把二四管上，变成三三吗？对，直接变二四管上。这个硬币比较宝贵，他不舍得用。嗯。那这里萨满可以考虑动手，抽一口，随便丢一个，打一点东西嘛，反正不要打太多就行了。在最后没有消耗以前，我觉得这个大哥不冲，其他的都可以上。是，就随便打一点。大哥和杜仪魔像不上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可以上。魂火上不上？魂火不上，魂火不上的，魂火默认就让他丢出去吧，反正魂火肯定要打脸。对，就打这套牌的时候，魂火一般都是拿打脸打伤害的，一定要打对方吐血。飞刀，把这个烈焰小鬼捐了，然后，我怎么感觉这个场面还是场攻还是不高？场攻不高的话，有点给机会啊。对面万一他没有捐飞刀啊，对，没有上飞刀，但是这个框框摸的也是有点烂，卡手。这回可能要交一套了呀。嗯，这两个三个十两个八这种真的是没有办法说。交一套，下回合出一个大螺丝，再出个钉钉，可以考虑交一套了，因为下回合已经到八费了。这手还蛮纠结的。他不交一套，他什么都干不了。你说六费挂机这个事情过分了，但是他交一套，场上一堆一一。交一套好像。有点不舒服。场上活了一堆一一，好像也有点难过。三个一是吧？对啊。那要不我们还是交了吧，就相当于你交一套只减了一点场工，三点场工，只减了三点场工。那怎么办呢？他这个手牌你看八八十，这回合再摇个报告过的话，下回合他还是解不了这个场面。不，他在算这个回合摇个报告过，下回合要掉多少血？算一下，三三，好吧，可以摇一个报告过。挺凶的，场面上也不是。扛不住，继续打，血选量继续打。加入战斗。这里萨满还留了一个双飞刀，禁忌仪式杀人的方式。是的，还是留的比较。感觉框框框走远了，这边有两套爆发，严术师。好，这里可以硬币丢个大哥。硬币丢个大哥，对啊、应该能活。二十一血，就是硬币丢个大哥。是的，丢个螺丝。二十一血还有机会。六点八点，想杀还是有点难的。八加九十七点，还需要点啥？严术师，啊，严术师先烧开再平等，硬币再平等，把场清了，清场，清完场再上螺丝，这边还可以占个严术师加报告的场。但是没用啊，这个清场了，飞刀飞一飞，对啊，飞刀好像伤害还挺高的，他要
赶快上点东西挡飞刀伤害。不过从框框框的角度讲，他这么打的话是能翻的，嗯，这么打能翻，也没有任何问题，打的是没有问题。对，双飞刀加一个禁忌仪式，或者是上一个村民，村民上了吧，要不？会。其实我觉得上村民多一个王宇也好，因为这个可能会被奉献，有村民的话至少还可以剩一个一，这个时候都行吧，还剩下七点血，没奉献就死，有奉献也可能会死，有奉献也有可能什么灵魂我飘死，对，灵魂我大哥飘死，这里怎么办？信仰圣光必死，光明大螺丝，那就光螺丝了，算一下光螺丝会不会死啊？加八点，场上已经有15八点了，他只能上光螺丝啊。对啊，场上已经是四加四八，八再凑个七，死定了。大概率是会被击杀。死定了，叫嚣大哥就死了。对，那就没戏。他这是牌太卡了，你前面还觉得他不错，后面你看摸的都什么？三个十费全部在手上，两个八费在手上，这套牌就没法打了。是不是应该先捐一个一啊？先捐一个一。对啊，先捐个一，交个大哥，加个叫嚣，好像是最准的。哦，这样吧，他好像哦，哎，这丢的也是有点。没事，叫嚣还是死了，捐个一啊，然后叫嚣啊。但某种意义上，丢的这两个也是让他有点蛋疼。哎，无所谓，怎么都死了呀？不要管那么多，怼死就行。这套死鱼棋不好走啊。太卡手，这个棋手，这个棋手太卡了，连摸三张十就真的没得。什么真银圣剑啊、奉献啊都没一个。本来死鱼棋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断牌的可能的牌，然后还加了恩佐斯体系就更难了。好，动物园跑掉了之后呢，萨满接下来不出意外，反正就是那两套牌。应该会先用小德还是先用啊？萨满被办掉了，那就小德和战士，对吧？龙战，对，嗯，先用龙战也可以吧，都行，只有两套牌，这两牌克制，先用龙战好一点点啊。龙战打这个随起，嗯，跟他拼一枪，因为龙战节奏快嘛，嗯，只要对方断一下城管或者断一下那啥，我记得框框那个牌是没有谦逊的，他那个谦逊的位置是带了一个战利品。是的，因为恩佐斯死于其他没有位置带谦逊的，因为谦逊一般是配科多的，科多不带那谦逊也不要了，而且他是一张禁忌治疗，对啊，就一张禁忌治疗，然后战利品呢帮恩佐斯海马几头，然后、哦、不那个是象牙骑士，象牙骑士两头、一般都是两个吧，象牙骑士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万一发现个王者归来就三个王者归来怼死人了，是的，三个王者归来一般谁能扛得住两个王者归来，除了、某一些带埋葬的牧师，他这样的话应该还是能打打，至少有个小软嘛，对吧？嗯，那这个死鱼棋还是有可能会出来的。嗯，应该还会用死鱼棋的。嗯，就既然带了死鱼棋，那肯定是要用死鱼棋的。是的，嗯，那边估计也是比较纠结啊，毕竟比较重要的比赛嘛。是，这个主要是出线战啊，这很重要。秋季赛大家都想打，毕竟双败最后一场。刚刚萨满的这套镀银魔像。最终也是没能弃牌上场、也没展示他华丽的特效，其实也不是很华丽，就是丢了之后一堆废品把它拼起来，就刀叉呀什么的，很可惜。所以弃牌体系呢还是需要更多的牌，现在专用的弃牌术呢其实还不错，就如果大家在粉尘上面有担忧组织个动物园比较，比如说你没有海巨人啊什么，可以考虑弃牌术的，好像更便宜一点。龙战对恩佐斯死鱼棋，嗯，没问题。这里棋手这个龙，他在想要不要留？打这个死鱼棋还是要节奏够快。我觉得这个城管一定要留。啊，城管是肯定要留。这个冲锋鱼也可以留，它可以解 park。但是如果没有 park， 它就很尴尬。它这条鱼就不足以解掉其他的生物了，它只能解个 park。城管可以留一下吧，城管打这个龙战的时候最需要的牌是城管刀，真银圣剑，真银圣剑才厉害，刀是最重要的，对，没刀，有刀没刀差很多，萨满肯定不会卡梅龙了，这是个好事，过啊，然后摇个报告，哎，末日，但他不可能裸上末日的，摇个报告吧，
就报告兵嘛。你说这个牌上一回合如果用来打动物园的话就好了，有一个末日就很厉害。是的，这里我觉得摇个报告不错，不用上鱼吧，鱼你有些时候还可以应急怎么样。应该是不会上鱼的。对啊，不会上鱼。假动作打龙战的话很可能被什么哎丢下来一个，好上一个龙冲锋打脸，奇奇怪怪的东西，龙女王。然后这边上个末日可以上末日，没什么问题。阿拉拉冲掉的话让先手上末日，继续先手城管。哦，那打算什么时候上末日呢？等他再上一个怪的时候再上末日。好贪啊，好贪好贪好贪，这样容易出事。对，其实这个时候上末日的话已经赚到了不少的节奏。暴乱吃一吧，对，暴乱吃一，暴乱吃一，就算对方捡你暴乱也得交点东西，比如交红线。嗯，他还在考虑硬币上三四，我觉得还是暴乱好一点，暴乱吃一好一点点吧。他暴乱唯一怕的就是对面有真英圣剑。其实不是很亏，有真英圣剑怎么不会吃。对啊，真英圣剑你吃定了。当然就对方如果有真英圣剑，那肯定是死于其最开心的事情。好的，还是选择了龙，防了一手，防一手正阴圣剑。嗯，这个时候下末日已经是没法战场了，对方肯定会叫斩杀的。末日加战利品，末日抢节奏。嗯，这边斩杀会交，食尸鬼斩杀，食尸鬼斩杀或者暴露狂战士斩杀，应该是食尸鬼斩杀，食尸鬼斩杀很赚的、就是。要么就暴露狂战士斩杀也可以。暴露狂战士斩杀的话，场上剩下一个东西。对，剩一个东西，剩一个东西怎么了？因为对方是一个骑士，剩一个东西就剩一个东西，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考虑啊，这里哪个好一点？现在，好像他是倾向于食尸鬼斩杀的。我打的时候应该是食尸鬼斩杀。我觉得暴露狂战士撞一下斩杀，给他留一个也行。因为 狂战士可以获得很高的加成，他可以加到很高的攻。食尸鬼的话还让自己的这边都掉血，主要是食尸鬼自伤自残，还是狂战士好一点。对，就白叠了两攻啊，结场吧三三。白叠了三攻吧。啊，对啊，对，叠了三攻啊，就这三攻不能浪费了。这个东西是城管管不住的，真银圣剑不行，想要怎么样才行？需要一个异伤。先过牌看看，过牌过一张法术，然后严术师怎么样怎么样？他先撞一下，然后撞一个低费的法术，撞不出来啊！问题是还是少费啊？你撞完了之后，那个严正警戒也是四费，是五也不是三费，烧不了。啊啦啦加城管，然后城管加城管，让他冷静一下，下回合再砍掉就可以了，只要不是九攻，两三攻四五攻都可以接受。这边是一个龙人打击者，直接打掉了。对，这个暴露狂战士有点烦，哎，因为他下回合只能砍一个，对，砍一个人。哇，吼爹和死亡之翼都已经在手了，你两个城管交掉了，有危险。抄刀转报告砍暴乱，下回合抄刀上象牙骑士回血。可以的，对于死鱼鳍也能打。死鱼鳍这个光螺丝太重要了，对，光螺丝快到了，而且你已经交了一个斩杀，非常重要的光螺丝，没有第二个斩杀可能要被翻。哎，这个暴乱来的不错，暴乱打脸摇甲过。假如下回合不解暴乱就不可能不解啊，不可能不解，这里应该会上一个海马，这个象牙骑士再把狂战士砍掉，上吧。好，来看有什么。三个一，恭喜你，谦逊，谦逊，三个一就谦逊吧。谦逊还有点用，然后三个奥秘就封了。砍掉，然后谦逊掉五四，哇，这局龙战已经没法打了，我觉得。龙战应该是没法赢了，应该。来看这张摸的是什么，猛击很好很好，还行，然后再加一个化血为龙，猛击还行，哎，这不挺好吗？不能打到一个四五血以下，这里的话拿个一撞一下四二，先点一下，然后拿一撞一下四二，然后打脸嘛。不，我觉得上食尸鬼吧，食尸鬼场攻高一点，食尸鬼毕竟是三攻、啊，这个可以留着激怒啊，留着激怒吼爹，对，下回可以上六九九，是，
然后他两个城管都用了，只剩下一个奥特曼了。那这边毫无疑问，光罗斯毫无疑问，没有第二个斩杀的话要崩了。光罗斯不解，两回合满血。哎呀，真的解不掉，小斧头没用，吼爹撞掉，就这么办，没办法了，吼爹撞掉吧。三两个送掉，吼爹撞了，你没得选。想想，其实小斧子解也能解，是不是？吼爹撞掉吧，小斧子解你还得，你就不上上不了怪了，只能吼爹撞了，撞掉吧，没办法。这里还真没什么好办。那这个吼爹还挺好解的。也是说过个牌顺带就把他烧死。对，好，现在死鱼旗已经全面控场。对，龙战有点不是很好打了。小斧子姐的话上回合不太可能会用小斧子姐的，小斧子姐你什么怪都上不去，你浪了好大一个节奏。那这条鱼可以上了吧？可以啊，因为上了鱼有两个，两条鱼死了，王者归来就可以接两个怪。哎，好像很厉害。六六挂刀砍，挂刀吧，反正这个时候离死亡之翼很近的，所以说该用的都用了，不要去问问对方恩佐斯我就死了。恩佐斯现在没什么王语啊，没有一个都没有。哦，有一个战利品，战利品有一个战利品，有战利品，对对对，有战利品，对，那个哇靠，就一个战利品你拉，这出来的有点快啊，那这不是很合适吧？我也觉得啊，他有别的选择啊，这不是很合适，那这样食尸鬼给你解了呀，然后冲锋打脸了，全部打脸，打脸了呀，对啊，对，食尸鬼给你战利品一解，我全部打脸了，我有死亡之翼的，然后你只死了一个鱼，我不怕你王者归来，你该解我吗？好在有一个禁忌治疗在，能拖，就对，哪怕你上死亡之翼，我禁忌治疗也能拖个两三回合。女王，换了上女王，看看会不会死，就五六跟六六上，换掉然后上女王，或者场攻是十点。叫要拿五点打死对方的骑士，不太可能吧？只有罗斯，罗斯你有女王，女王还有个阿拉拉，还有个末日全上了，就是女王、阿拉拉、末日全上了，怎么样？或者女王真银圣剑也可以啊，然后女王真银圣剑可能更好，女王真银圣剑会好一点。对对对，吸一口嘛。女王真银圣剑，我是不是应该？这一手打完了之后，这个框框可能发现这个恩佐斯确实是有点太那啥，有点恩佐斯没什么用啊，就真拉一个。对，这里的话是真银圣剑加女王比较好，还有另外的奇葩一点打法，就常规打法真银圣剑，文艺打法女王末日蓝塞什么的，二 B 打法，二 B 打法是王者归来，二 B 打法是王者归来。可以可以，就召唤一只阿拉拉是吗？可以可以可以，我服的我服的，好，蓝龙可以上，不用去管对方，好砍，然后换刀继续砍，萨满也知道了，反正胜败在此一冲了，打得死就打，打不死就算，龙战就是这种一往无前的牌子，无所谓，就是干。实在不行我就打不过我就掀桌子，掀桌子打不赢算了，走。只要看上去就快要死了一样，结果一个禁忌治疗，就你都已经把对方打得在地上喘息了，结果后来他就跟圣斗士星矢一样，他又爬起来了，难受。这里萨满可能不出意外可能想投了。不会的，死亡之翼都没出怎么可能投，要投也死亡之翼先出了，以我对他了解他可能想投，不会的不会的，一刀砍了上个死亡之翼吧，就这么办了。好吧，也行啊也行啊，对，一刀砍了上个死亡之翼，反正对方只有一个那啥了嘛，哎呀斩杀了，还想看一下右手，对方只有一张叫做奥达曼的牌，对吧？对、啊、其他东西都不行的，但是他可以象牙骑士找一个，现在其实找一个谦逊什么的，把你死亡骑士死亡之翼怪，哎，哎呦，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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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你这个贼呀、啊！对，只剩这一张牌了，对对对对，还有什么嘛？啊，这阿拉拉出来了！这很明显，对方为什么你也叫他阿拉拉了？就这个名字还挺带感的呢。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接死亡之翼，什么平等啊、末日啊、奉献啊、奥达曼啊。
为生命不逝者而战。这里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龙战也只能打脸，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死鱼鳍拖着拖着拖着就拖出未来。龙战士就是这种三回合见胜负的卡组，拖到七八九回合就不是他掌控得了的了。一般一二三四的时候就已经在模式。冲啊！管你模式不模式，先打了再说。萨满的想法是，对方降到十二血，死亡之翼能一脚踢死的情况下，我再上。但这样子的话，对面不是纯出第二套级的可能性无限大？是啊，那他没办法呀、他很无奈啊，他怎么都翻不了的。这里的话，我们一个心情不好，你冲个王者归来也不是不可以。那么我现在在想，就是他现在血量那么健康，当初是不是还是不要脸一点，直接用脸撕了一个光螺丝也没什么问题，省得卖地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卖脸的话，就一点压力都没给对面。上吼爹的话，至少对方要交一系列解牌。但总觉得那个吼爹太好解了。是啊，好解是好解。算了吧，一刀砍脸死亡之翼了，你解不了我就赢了，对吧？要有梦想。然后对方看着手，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对方手看着手六张牌，其中三张能解你。对方可能卡了两个王者，你又不会上帝视角，这是。就应该拼，对吧？拼啊！就死亡之翼一刀砍脸赢了，我就跟你拼了，就这么简单。这个事情想的太复杂了，反正拖下去肯定是输的。是啊，他还有一种赢法，叫做对方打一个王者归来，是的，然后卡第二个王者。反正刚才我已经看到龙战赢的机会了，就是一刀砍脸死亡之翼，然后一脚就踢赢了。好，这个时候也可以，他也可以一样的。这个时候是两个冲锋鱼加一个鲤鱼。对方不慌不忙上了一个象牙一只小马，还不给我们看拿了什么，拿了张过牌。好，投降。大满心里崩溃了，从心理学角度，哎，蓝龙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再挺一会儿，再挺一会儿。哎，罗斯，哎，罗斯，那我不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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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会儿，梦想啊，打一会儿。对，这刀可以继续保留着，玩一会儿，玩一会儿，不急，不投了，不投了，不投了，不能轻言放弃。掉一个个。如果那个精灵龙来那回合是罗斯，也许有机会。真的，罗斯轰一炮就有机会。好，两个冲锋加一个领军，那全解解了。罗斯没有什么卵用，但还是可以出。万一砸脸了呢？是万一砸脸了呢？罗斯加帕克一起上射门，砍掉一个三三吧，射脸的概率更大。射门，带球过人，嘣。打脸了，好，平等奉献，再加过牌。我们想想啊，这个萨满冲锋的三三用了，冲锋的四三用了，信仰圣光刀用了，信仰圣光就可以了。平等、来了个佛丁，平等加信仰圣光，这还玩个毛？对，好像萨满这边没有任何大怪，没东西了。牌库都已经空了，萨满这边龙战士能打到这个份上，萨满已经尽力了。那萨满的龙战士还没跑掉，对方还有德和。萨德和萨，对，龙战士打德没有那么简单的，也看德吧。对，怪不得可以框框框这边他不怎么怕龙战，他这样带着死鱼鳍，他肯定要刷战士。是的，不管是哪个形态的战士，客战嘛，还有可能什么打到后来两波王者归来打不死他，然后这个象牙其实又找不到王者归来，可能会出现这种尴尬的事情。龙战一般情况下都能拖到最后的。好，一比一，双方回到了同一棋牌线，但是一方有龙战，那一方有德鲁伊。龙战打德的话，五五开吧，或者是几几开呢？我想想，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龙战小优，但是真的优不了。好吧，就是那四点五，五点五对吧？对，这个样子。龙战可能小优一点点。就龙战最强的一点是他有化学威能斩杀，就他可能中间突然一波加速，他弱点就是爆发不足，就是没有那么高，他得排序很好。化学威能斩杀或者什么爆拉石个踢一脚突然加速，是的，非常吓人。啊，由于有成长，所以说这个德鲁伊是可以接受的。成长接紫罗兰接
碧蓝幼龙，好，哇靠，服了。Park 上了就手上就没龙了 ，Park 上了就没龙了。超刀吧，超刀，超刀，不会上龙的。超刀，然后一会儿看看能不能跳到楼上去。对，或者猛击解一个紫罗兰，只要他上紫罗兰，我就猛击解紫罗兰。下回还可以化血，哇，这个战士的牌摸的是一个偏解的节奏型手牌，哎，靠谱啊，下回可以占个暴乱，挺好的。砍，砍了，他在考虑要不要硬币上一个什么怪，不要上吧，我觉得砍了就过了吧。砍吧，砍，我是砍。他在考虑要不要硬币上 Park 这个问题，但不要吧，我觉得留一手，留一手，留几手。你这个时候要想下回和对方上这个利爪德怎么办？是的，对吧？上利爪德你可以化血为龙，然后这个暴乱狂之化血为龙斩杀。要先发智能就必然有龙，像潘科技的，这里潘科技完全可以，因为潘科技下回和对方上怪，你上罗斯。潘科技上对潘科技上高二三，罗斯万一龙战没斩杀就赢了嘛？哇，这个死亡之翼很厉害，我想说，打德死亡之翼很厉害了。来上龙，上龙一刀，然后螺丝，然后化学能斩杀，螺丝打怪就不亏，对，螺丝打脸就可能会出点问题，对，螺丝打怪就亏，打脸，哎呀，哎呀，打怪了，打怪的，那框框很开心，哇，但我还是觉得萨满这把手牌已经很好了，你看他也有螺丝有。有罗斯有死亡之翼在，这些对德鲁伊的威胁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德鲁伊下回可以蓝龙愤怒啊，所以说他能他不怕暴乱嘛？他只要怕三六，他不怕暴乱。越往后拖，越不利。你有罗斯，你有死亡之翼，对方还有尤格萨隆的乌鸦神像，先乌鸦神像看一眼。先看，真的可以先看。找个法术吧。再找一个愤怒也可以。再找找个法术。找个法术看看能不能出点，那就再来一瓶吧，连赢，再来一瓶，对，再来一张看看，愤怒打四过，需要解吗？考虑一下，解了也行啊，解了解、不留他任何一怪，可以解，一般情况下是解了吧，对，这个时候德鲁伊肯定追求控制，框框框是不缺牌的呀，他蓝龙是过牌，乌鸦神像是牌，哇，这边的话卡了这一轮就上两个呗，好多大哥从下坡开始，一回合一个大哥，哐哐哐，急需尤格萨隆资源，他能打三个，他需要质量最多，激活是没滋养，找一个滋养，平衡，对，自然之力平，自然之力好一点，蓝龙啊，蓝龙激活自然之力，是的，这里是真的要上自然之力的，平衡给龙战士牌，哦，又来了一个，再找。这个感觉斧根，他肯定找斧根，但没找到，那就贴片吧。撕咬和贴片怎么选呢？好像都不怎么样。打的是龙战，好像这两张牌都不是特别好。对，不过他从他有这个自然之力三个小树苗来看，我觉得撕咬好一点吧。那撕咬吧，我觉得撕咬好。撕咬可以，撕咬可以单解一个怪。对，你贴片好像也不是特别好贴，这个时候。贴赛后的片还是一个，反正不拿激活，激活再上个自然之力打脸嘛，时间不等人，激活、啊、拿了贴片了、啊、自然之力，自然之力啊，好，下一回合冲，我觉得这里可以打脸，对，不会接场的，硬币螺丝，我们算一下概率，硬币螺丝和硬币吼爹你怎么选？我会选硬币吼爹吧，我会选硬币螺丝、我要把龙杀了，对，我要把龙杀了也行，硬币吼爹先解一解，然后把小怪清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你挺烦的，因为你不一定拿到横扫的，框框框需要尤格萨隆啊，尤格萨隆斧根到了，这里斧根不会交的，贴个片，贴个片好，变个脸全解就可以了，然后被螺丝轰在脸上，对啊，然后哎，这斧根交了，他交斧根就是为了抢节奏，对，他不知道对面手上是神牌，也对，也没有问题，我们上帝视角觉得我该留一手斧根，对面大哥好多、那这样的话对方大螺丝拍下来这个框框这么好解，这个片你既然抢节奏，我觉得这个片要不你就贴了算了，多打两血呢，好了，这个螺丝好要命啊，打脸，打脸的话框框就不管你，超级要命，这个螺丝接场，
紫罗兰贴片啊、哦，终于找到了一个贴片的机会，还多了一个一，让对方不好发挥。然后冲锋把你的墙撞了。做好学习准备。分散投资，冲锋把你的墙撞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龙战士的血量不多。来尤格萨隆的话，我觉得对，好消息是道彦能一锤定音。是的，尤格萨隆来了就赢了。哎，这里就四五啊，不要蓝龙加一个库卡龙，对方零牌，千万不要上什么试法者，这种东西简直坑子。上两条龙，先上蓝龙看看情况。就是对面给我的，对吧？肯定是个间谍。对，对面好好心塞你一张这张牌，怎么可能啊？看一下，看看紫罗兰，哎呀，打到一了。这个狂狂表示问号，运气不错。陆亏变脸，好，这怎么办？这个导航有点不太好，导航不准，导航不准，导航非常不好。萨满今天运气真的不错。继续打脸。萨满的留给萨满的时间不多了。我靠，这么怂？他要活陆亏，然后想的啥吧？我觉得我的话我就打脸啦，就十一血了。这边这个龙对方也没什么法强。哎，这是一张好牌。好牌，好牌。先翻个盾，然后再发现一个 补刀的东西，把那三一杀了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呀，先翻个盾吧，兄弟，你的血量有点低。他去找补刀、啊，他直接找了，他直接找，他想上那个六六，他觉得对方打不死。小刀，小刀加六六，你看你这个补刀是不是很伤血？啊，哎、他不得不拿图腾了。对，图腾，拿图腾交斩杀了。可以可以可以交斩杀，完全可以，因为对方没牌了嘛，无所谓的。哎，这个嘲讽不错，打脸。好，你是在深度比赛吧？你对我们伊斯大有什么仇怨？快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同情德鲁伊，他好惨。好吧，他有点惨。哦，实施大树。没事啊，其实萨满这边压力不大的，没事没事，小事。两张斩杀都没了，压力真的不大吗？不大不大，挺大的，压力挺大的。这好像要一言不合要拍上去了。然后这食尸鬼。总不能上死亡之翼吧？上死亡之翼吧？不会吧？这下回合就要死了呀！好像真的要上死亡之翼了，怎么办？这必须得上死亡之翼，这实施大树了，兄弟。这示范太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十杠十真是厉害啊！嗯，看来这个打脸的操控果然是……你这里的话，他来个熊德冲你脸，你都很烦，那就变脸打脸喽，就是这个野心之怒变脸打脸。这样的话，下回合只要哎熊德很少就赢了呀、啊，野心之怒。变脸打脸，赶紧用掉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算来很少，我还够费，是这样。对啊，他肯定够费啊，所以他想了想算了。对对对。好，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嘲讽图腾。对，来个嘲讽龙。嘲讽图腾，嘲讽有没有？嘲讽图腾，嘲讽龙是没有的。好，有没有右手第一张很少或者熊德或者尤格萨龙都能赢？好像很少熊德。对，就有好几张牌能赢，三张牌，四张牌。哎，尤格萨龙也能赢，我觉得尤格萨龙也是能赢。好看谁死呗，看谁死。八和九差不多。一，我觉得德鲁伊要赢。过了一张牌。十二张一般的。失权没有什么用。三。加了个速失权，敲掉了一个图腾。四。子弹上膛，音乐正常的门。六。祝福。就看解不解死亡之翼了。过了一半了，七冰箱术。哎，尤格萨龙八强风射击没打到。九哦 no， 肯定是吹这边。那金火树打哪儿？那输了，哎、那龙战士输了，应该是。哇！笋干爆炸，最后一个冰锥。你看 KKK 非常开心，明明可以靠运气获胜，靠什么实力？好，结束了。没了，龙战士被尤格萨龙翻了。这个冰锥术太致命了。谢谢，是的，这个冰锥术没办法。萨满非常不爽，哎呀，被尤格萨龙翻了，真的可以说是巨大优势啊！就是那几波罗斯也不给力，运气很差。对，运气真的很差。罗斯如果解得入亏，就没有那个十杠十，没有十杠十就可能不用上双 Z 了。我始终还是觉得那一回合的直接上。这个板娘是不是有点太难上？对啊，直接上是吧？先翻个甲，我觉得血量可以再高一点。先翻个甲，抬抬血量啊！这个时候你死亡之翼是最终手段。是的，运气不是很好，运势不是很好。好，那这样的话，萨满还剩龙战，这套牌可能要三度出战了。小萨满加油呀！嗯。
好，龙战对阵对方打脸萨，这个对阵呢基本上是看打脸萨起手，打脸萨起手好的话龙战不太好打，当然自己如果有冲锋冲三三的可能那就非常好打，或者有小斧子就非常好打，只要两者满足一个就行。嗯，这边萨满的起手还行，有一定色气侍从，这边的话梅龙现在属于卡梅龙阶段，对，冲不出去，好吧，继续卡梅龙库卡龙，还有一个回合呢，还有点机会。这边银色侍从，圣光会庇护。这边裸上也得上，梅龙也得上。哦，这边选择的是这个也可以啊，这个处理是对的，对对对对对，这个打法是最舒服的。就要上怪，冲锋解掉吧。冲锋解你觉得怎么样？应该是要冲锋解掉的，因为不会让你二二流。是的，冲锋解掉我觉得 OK。还有一种打法是狼魂，对，狼魂就防食尸鬼，狼魂也可以，狼魂就防食尸鬼的，就折中了。然后这边摸到龙的话，可以冲掉一个狼魂。哎呀，卡梅龙有点难。怎么办？猛击，猛击，算一下，猛击吃掉一个，下回吃掉一个，下回对方是啊，对方过载，那下回再吃一个，对方一个飞。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他被压制了，反正他是被压制了。猛击，应该是猛击的。是的，必须得打猛击，不打猛击这里赢不了。全他妈库卡龙，龙战士表示很烦，怎么全是库卡龙？需要一把小斧。是啊。这回合库卡龙一冲的话也没有优势啊，一直是被压制的。哎呀，萨满有点黑，非常黑，非常非常黑。这边就选择先祖知识加解锁就可以了。哎，狼魂又来了，那就狼魂了。需要一条龙，一条龙把三三点了，也许还有机会。该来龙了，龙，好，好了，精灵龙，这是龙，点掉一个还有机会。这个这样的话，下一回合萨满和这个哐哐哐已经可以无脑抢血了呀，他可以无脑抢血了已经。不，他无脑抢血很可能被翻的。他这边银色起手冲脸，然后呢？他选择的是他肯定要把这个五四打掉吧？对，解锁加这个解五四，肯定要把这五四打掉。不把这五四打掉，他这两个狼魂真的是送不太舒服。这样的话，两个冲锋把两个狼魂拔掉。哐哐在最需要的是一把刀。就一把刀锤点就可以，现在的双冲把两个狼魂拔掉，然后这边框框你可以看到除了过牌和伤害以外就没东西。我觉得他这个解锁有点浪费啊，不过刚持这个场合好，手牌也不是很好，要过牌的，这些牌都是不太好用的牌，他要翻图腾了。萨满这手卡了，这手萨满卡手了，等于是卡手了。看看啊，这个地方食尸鬼，食尸鬼肯定要上，狂战士食尸鬼就是暴露狂加一个食尸鬼，先上还是后上？先上，要给压力。为了红龙女，我想狂战士加食尸鬼，我觉得要给对方压力的话，狂战士先上，不，我不会让暴龙狂死，暴龙狂死在一个石化武器，闪电剑石化武器，石化武器上太亏了。不会让这个暴乱狂死的，暴乱狂是我两个回合之内打死对面的可能。搏一搏的话，现在还没有到搏一搏的时候。这个二四的暴乱狂很可能吃到就是一张熔岩爆裂了，但是三什么什么武功啊，三血就可能吃到一张闪电剑。我是萨满的话，这里过牌，哎，过牌不太好，因为过牌的话你也用不了。萨满很难打，打脸了，打脸了，应该是抽脸了。是的，抽脸，但是萨满也好打呀、啊，这个地方。三三拔一个，三三拔一个，然后监工点一个精灵龙往上丢，往脸上堵，或者打的凶一点直接螺丝，因为这样可以抢一个轮子，打的凶一点吧，直接螺丝抢一个轮子，螺丝进攻性更强一点。好了，那这样的话，哐哐哐这边需要一把刀，抽到一把刀他就有机会赢，他去找刀了。找刀他就有机会赢。闪电剑，石化武器没有，那可以考虑打脸了。就光靠直伤，这里已经差不多了。你看十六点直伤，
对，有机会打死。有夏霍克还有右手第一张，他已经过载二了，如果打在这两个就过载六，是的，他就很难赢。嗯，过载六他冲锋就打不死人，不可能是冲锋打死的，也不可能是锤子打死，就是只有可能是石化武器或者闪电剑能打死。算一下费用吧，或者熔岩，或者熔岩，没有熔岩了，熔岩爆裂没有了，熔岩震击，解个锁再打死。我觉得他解锁可能都只带一张，对吧？估计是，估计是只有一张。这种卡组的话，一般不会带双解锁的，估计是只有一张。他手上的牌，就前面那手解锁的话，解的太少了。前面他需要法强，所以他在疯狂的转。啊，把两个需要法强的牌打掉了，留下了一张需要法强的牌。现在他是过载五是吧？那他只有四费啊，小伙子。萨满必须要转盾。萨满不转盾。不知道他，他不可能不转盾。好，那是不是没有任何赢面了？点一下，哐哐哐，没有任何赢面了吧？我想赢面啊！解锁他不带了，那就没有赢面了，除非他有解锁。翻出个法强就有赢面啊！翻出个法强他也没废了，他只有四废 啊！对，好，翻出法强他没废的，结束结束结束，垫一个三。哦，垫一个三，垫个三，再加个大地震机，对，垫一个三，好像能苟，哇，已经垫出三了，那他能苟，苟住了，机会来了，只要他们摸到刀就翻了，刀能翻，只有刀能翻吧？只有刀能翻，只有刀能翻，只有刀能翻，其他伤害好像打差不多，刀有没有？没刀，鸡鸡，摸的是什么？我怎么看到他笑了？不是特别好，没有没有没有，摸了个血巨人，不是特别好，还打不死。对，这个螺丝呢，还需要机会，对吧？熔岩爆裂是不是可以打掉了？啊，熔岩爆裂打掉那怎么赢？好，这个螺丝有一个带球过人的可能啊，现在血量也还 OK。熔岩爆裂如果打掉的话，打螺丝吗？带球过人，打打哎，好的，还行。对啊，那这样的话，双方战成了二比二，二比二。对的。哎最后一场，然后是小德打萨满。嗯，这把萨满打得还很果断。是的，就果断在那一回合把螺丝掏出来，来争取轮次，增加了两个轮次，而且对方手黑了，嗯，才最终获胜。嗯，对方没有过到关键武器，竟然没有刀，主要是没刀，没锤子。打战士没刀就缺直伤，嗯，又一没场面，二没刀，光靠这些大量的法术。是的，萨满的话，他这边是有带野心之怒，而且是有两个五十大树的。嗯嗯。好，这一战很重要呀。对，一战定最后一把，谁输了就出局了呀。对，谁输出局，谁赢晋级，啊，进入我们的秋季赛。嗯，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了。对的，啊，双方鏖战了四局，还差一把。好，这个双方的棋手应该说都还可以。啊，萨满的棋手只有一个。杂耍者没有一费啊，现在还，啊，他是现在可以，他是先手就已经很可以了。是的，他是后手差很多。萨满的骑手也不错，有这个成长接战争古树的康波很强。大地，这回合，我觉得要么就打凶一点。嗯，稳一点的话，就要么就硬币成长，要么就我觉得就硬币愤怒啊。硬币成长嘛，硬币成长，硬币成长，因为下回可以乌鸦神像接个愤怒，啊，那也行。硬币愤怒下回又成长，然后再乌鸦神像啊，嗯，好像亏了一点。是啊，亏了一点点，亏了一点点。但如果就是现在不成长的话，可能后面很难抓到机会去成长了。好了，有愤怒的机会，还有个根须，哎，根须是张好牌。那就愤怒加一个根须，没什么问题。框框的框的牌比较一般啊，不好，手上三张，这三张牌很差，他很难给德鲁伊压力了，就这些手牌的话，一地地宫的，他得要有个火蛇才能给压力，给不了压力，这野心之力，野心之力，那就先乌鸦神将看一眼。哎，还有一种选择是，我觉得变脸吧，变脸加野性也可以 啊，变脸加野性，解掉一个二，对啊，我觉得变脸可以啊，对啊，变脸吧。
那如果他现在找一下，再找到一个根须，他不用找了。他找的话，因为他下回五费是没有东西的嘛，五费有的是费用给他找，五费再找。五费要莱琼德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找。好，现在火蛇是张好牌，那直接火蛇的应该是解锁加火蛇打脸。他可能想解锁火车打脸，还有一种就火车摇头藤也可以解锁火车打脸，只怕一手利爪德。是的，熊德冲锋直接解，其他都不怕，什么横扫都还 OK。 这局最后的结果萨满赢了不管两边赢的都是萨满赢的是吧？是，我觉得火车可以下了，你再不下火车他就给不了压力啊，没伤害，一点压力都没有，没伤害真的没法打了，没伤害这个你再给德鲁伊喘息两个回合，他就各种东西就往你脸上就来了。斧根没什么用，乌鸦神像找一找，哐哐哐还是打的偏控场、嗯、不是偏打脸那种对吧？偏打脸的话火蛇就下了，他偏控场的话就是想用更多的东西来换你的大怪，为了控场。这里可以考验出一个人三性格，我觉得三可以，像我这种怂的就拿野心之怒。对啊，这里就拿三嘛，我觉得怂，我这种不怂的也拿野心之怒了呀因为打脸煞加八甲多重要、怂的我就拿野心，是啊，太重要了。本来萨满现在德鲁伊就没什么回血，打这个打脸煞就特别痛。他回血牌还要等过两周吧才开出来，好像是吧？两周还是一周忘了，嗯，好像是两周。反正现在这个区下一周应该是那个复制一个野兽的、管理员。火车下来了，好，看看摸什么。这张牌那大地吧，大地有点痛，那不大地的话你，但是他有一张回血的牌，其实还对，他要么大地要么就斧根加一个野心之怒，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加斧根大地吧。我个人也偏向于大地，因为这个时候你不管怎么样都要拍大地，我拍大地你赢不了。我感觉 KKK 有点错失良机，他上回合不要摇头成火车的话，他五费回合那个回合要是、就是德鲁伊五费回合之前要是打了火神的话，是啊，他摇了个图腾有点浪节奏了，就多了两次输出的可能。是的，打脸煞偏控场了啊，这边萨满怂了、萨满怂了。我觉得这么打的话他想赌下一回战争古树，这个甲没了呀，这八甲没了，这一口咬出去的可是八点护甲。没事，他还有一张，他自己带了一张。不过从萨满的角度来看，他反正你下一回合如果什么四七七，我就紫罗兰、一个斧根给你打了，我能接受。狼魂了，这里应该是狼魂了。他要的是射箭，但是现在场面有点多了。哇靠，秒选射箭，场面有点多了。多了萨满不好解了，萨满这个要吃大地震击了，所以。这局有点危险，两个闪电剑还是打八的。我靠，这个大地震击一震，萨满心都碎了。这个大树拦不住啊！大地震击啊！大地震击打二，然后全员打脸，然后射箭了，这里应该会伤害呢，还是挺足的。两个闪电剑加一个冲锋，手上是八加三，十点智商，下回合萨满死了。哎，二号大树，这个很重要，还好，二号大树非常重要，还好。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一个根须把他往法墙打了？是的，法墙太危险了，一定要把法墙打了，要不然两个荣誉爆裂你死了你就亏大了。但还是很危险，因为他没有八点护甲，那后面还是很危险。对方有射箭、虽然对方有射箭，什么荣誉爆裂还是能打死，是但是对方防一防就是。怎么打啊？这里先射一箭，别的不说，先射完箭再看怎么打。手上孩子多射箭，那。射箭的话十血两个差个熔岩爆裂，射箭超武器怎么样？怎么过五十？先挂武器，下个回合再把它垫了，或者狠一点砍他两刀再说。哇，然后被反打打死了。还是选择了一个直接过墙，对，直接过墙，对，我觉得他这么打好一点，射箭的话不太好，墙总是要过的，砍两刀真的要砍两刀的，十点血呗。是的，一点也不疼。选手这么选择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真没问题。这里选择射箭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打法，这样才是积极的打法，一定要把墙过去。怎么赢？这样找那张加八甲也不行。怎么赢？怎么赢？也不行。怎么赢？手上有四点，
要不这样，滋养过山张牌找导演，嗯，这个好像也会死。对面场面已经施工了，嗯，也会死。四点、六点、八点、十点，四加，所以必须要找那张回血，找回血和导演。乌鸦神像找回血加导演。啊，愤怒能解掉一个。愤怒变脸，愤怒变脸好像能活。愤怒变脸能苟活，可能能苟，能苟活，就是从这个。不算对方过牌来看的话，能苟活。但是打脸赛基本全是伤害。嗯。其实上满唯一有选择的就是那手，他不要交那个八点护甲，交大地，我觉得好一点。上大地。当时对方的场攻只有六点，你上大地他得几大力，这五点就抵消掉了，浪费了就八甲。这个八甲真的。大地不要把这个宝压在大树上。是啊，就是那个很宝贵的。又来了一把锤子。宝贵的八点护甲没有了，那这个下一回合摸一个加八甲有没有机会啊？还有下回合吗？就上还有下一回合吗？没有下一回合，没有下一回合，没有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 NGAKK 框框框赢了，没有下一回合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哎，GG。你们觉得刚才萨满这边打的就是那一手大地可能有一些问题是吧？是的，刚刚那把可能大地那回合有问题。大地那回合如果上去了的话，他后面的节奏会好很多。嗯，当然他是太自信那两个战争古树，那一个战争古树，他觉得战争古树肯定能挡得住。对，能挡住，他是这样想的。嗯，实际上是挡不住，一个大地震击就没了。嗯，好，那我们也是看一下今天的小组分组情况。蝶梦还未醒，还有下一可未来夫君是已经被淘汰了。晋级的话是七拳残风，以及是 E-Star 的华佗。嗯，然后 B 组的话是 Bichu 和 CL 的，啊，这个名字好难念。然后 NGA 的 Soso 还有 CR 的两位选手是晋级的。然后 C 组的话晋级的是旋风、平凡之路以及是 Mega Zero，嗯，和 D 组的话晋级的是全民的星辰和 NGA 的 KKK。嗯。嗯，明天的话比赛也是比较精彩，而且明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一些比较吸引的卡组啦，因为我们也是已经知道选手的卡组的话，你们也是可以去提前看一下。明天的话可以剧透给大家一下，有猎人，然后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法师，还有是贼，这些职业都会明天都会上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依然是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准时开始。嗯嗯，那我们也是稍后给大家带来一个胜者组的一个采访，我们稍后再见。Reports are coming in from major population centers. They detail extensive damage and high casualties. How many Zerg are there? We are too late, Nova. She saw too much. The defenders of man have already done so much for the Dominion. Well done, Nova. You're ready for this. They lied to me.
我是伟大的守护者马蒂，大家都来参加我的派对吧！狂欢夜，带上动人舞伴，美酒的餐会让你停不下来，游起来，跟着音乐节拍来下盘棋，可千万别作弊，好个糟，抛开所有烦恼，过了今夜你就会有改变，这是个充满神奇魔力的地方，还不快来When I incarnate回来，那我们这边呢也是请到两位地主的出现选手，然后是 NG 的 KKK 以及是全民的星辰。那我们也是想先问一下 KK， 刚才话你战胜萨满话有什么想法？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吗？其实我对今天的表现还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第一次打萨满的时候就打得特别快了嘛。嗯，我第一轮是打他嘛，然后特别多的失误，加上今天就是。好比刚才萨满打战士吧，萨满打战士就最后我看来也是特别多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打得比较快的选手，好多时候都不太喜欢去思考，所以就还问题还是挺多的。嗯，好的，那也是星辰也是战胜萨满一个选手，今天两位竟然都是通过踩着小萨满才晋级，你对你自己今天表现满意吗？总体上还算可以，虽然有很多选择上的隐患，但总体上没有太大的失误。可能小失误有一点点，嗯，还是要多努独立去练吧。嗯，好，那也是非常恭喜啊，秋季赛也是晋级的。然后接下来的话，比赛你们会使用一些新的卡吗？因为这次的话，新版本也是刚刚开两周嘛，没有开全，你们会有可能会用吗？嗯，新卡的话，如果能够提高卡组的强度，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够提高这个胜率的话，肯定是会使用的。嗯。每个版本的出现肯定会卡牌的，随着卡牌数量的增多会有很多套路，比如说现在的这些毒瘤德还有一些猎人巴内斯佛那个恩佐斯乃奇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那今天的话我也是看到 NGKK 话也是用了就是带象牙的那张象牙骑士那张牌了，你觉得这个新卡话好用吗？现在就这个愚人骑来说的话，这个象牙骑士就刚好补了那个骑士的六费嘛。你像以前好多版本的时候，就愚人骑六费基本是好多时候都是没有事情做的。然后再加上象牙骑士可以发现那个王者归来回十点血，然后就是可以找一些你当前还就是当前费用比较需要的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好用的一张，还是比较好找解的一张牌，对吧？对对对。嗯，好的，那也是希望你们两位接下来呢会有更好的表现。然后我们明天的话呢，依然是在下午的1点钟会给大家带来后面精彩的比赛，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大家拜拜。